我前天是亮灯了之后，然后我又开了4公里，你要看会加多少？大饼可以吗？可以。厉害！500块，好猛！谢谢。加了40.729，然后800块钱，那真的很厉害哦。便宜超多的，超便宜的。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家1600是刚牵车的时候，跟我爸去加的第一桶油。然后那时候好像油价很高，30几哦，32、35还多少忘记了，超便宜，800块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